塌房的各种可能性分析，从去年到今年，娱乐圈好多明星都塌房了。作为事业刚起步的深深，有没有塌房的可能性呢？下面就从明星容易塌房的几个方面分析分析。一、整容，从他宁愿贴双眼皮这么多年都没有去做双眼皮手术，就可以得知这孩子的脸都没动过刀的。再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周深大学是学男高音的。貌似学美声的脸是不能动刀的。周深塌房的各种可能性分析，2020年和2014年上图对比看，除了变白了点，其他都一样，所以整容塌房的可能性为零。二、吸毒，周深烟酒不沾，你跟我说他抽白粉、抽辣椒粉还差不多，所以吸毒的可能性为零。三、政治立场问题，央视宠儿，政治立场必须靠得住。周深塌房的各种可能性分析，一身正气的星星，所以政治立场错误的塌房可能性为零。四、打架斗殴，1.61米的小身板想必不会主动去打架斗殴，其他人估计也不会想对他动手，为啥呢？打赢了不长脸，打输了丢人，所以打架斗殴的可能性为零。五、生活作风，这个母胎单身钢铁大直男找女朋友都成问题，所以生活作风塌房的可能性为零。周深找个女朋友吧。六、说谎加抄袭，周深不走创作路线不会成为音乐裁缝，但周深经常说谎，总是说这首歌好难，这首歌不太会唱，所以因撒谎而塌房的可能性为10%。七、买水军，从周深还是个小糊糊的时候就在微博删别人帮他买的粉来看，这方面塌房的可能性为零。八、偷税漏税逃税，任何明星在这方面都是50%，因为人性这方面谁都不好说。周深他也有自己的公司，下面有专人帮他打理，希望请个靠谱的财务管理，因为他是周深，所以应该是从49%无限趋近于零吧。综上所述，周深各方面塌房概率小，目前粉丝放心粉就是了。此外，周深《鲛人之歌》新歌一上线就登上了热搜榜，看到太多太多的评论，有趣又暖心。有网友评论，又是一首正常人唱不了的歌。是啊，也只有周深才能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，让观众进入一种如梦如幻的情景中无法自拔。周深的这首新歌，字字句句都在诉说着余韵绵长。知道周深唱歌好听，但是每次他总会给人带来惊喜。这首歌曲听到啦啦啦的时候，又被周深折服了。这个高音太绝了，无人能比呀，又好听又迷人，太厉害了。这就是周深的实力，他的歌声空灵感与独特感是无法比拟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因为我自己，我很多歌你们可能不太相信，我很多歌的歌词反而是因为认识了你们反而读懂了。我觉得尤其是接下来这首歌，我们都会去感叹世界好大，但我们也会一定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让我们所有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我们人生路上必经的一段过程。我怎么又开始鸡汤了？但是答应我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好吗？我也非常感谢自己能够遇到每一个机会，每一个舞台被大家听到。